是青草口味的棒棒糖，真好吃哎。嗯，小山，你又在吃糖了。我已经跟你说过，吃糖会让你的牙齿都被虫给蛀掉的。好啦好啦，我再吃完这一根就好了嘛。奇怪了，我明明都把你的糖果丢掉了，怎么你还有糖果可以吃？哦，妈妈，原来是你把我的糖果全部丢掉，难怪我都找不到。怎么可以这样啊？把糖果丢掉很浪费哎。什么浪费？我是怕你的牙齿掉光光。等一下，你不要忘记吃完糖果要去刷牙哦。啊，那很可惜哎。美味的糖果留在嘴巴里，可以再三的回味啊。如果刷了牙，就把甜甜的味道都刷掉了。小山，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，如果你蛀牙的话，牙医叔叔就会把你嘴巴里面的牙齿都拔掉，到时候看你怎么吃草。好啦，我知道了，我等一下去刷就是了嘛。哎，奇怪了，今天的小动物都跑到哪里去了？哎呦，肚子好饿哦。哎，那今天吃西瓜口味的棒棒糖好了。嘿，小朋友，你好 野狼、救命啊！好不容易抓到你了，怎么可能让你给跑掉了呢？你不用挣扎，像你那么小一只，我会一口把你给吃掉，不会让你太痛的。等一下啦。哎，这是这个啊，是超级好吃的棒棒糖。我跟你说，这只棒棒糖很难买到的。我把糖果给你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哎，这口味是啊，西瓜嘛，不错不错。这样好了，我就再让你活久一点，等我把这只棒棒糖吃完之后再来吃你。吃了我的棒棒糖还要来吃我，真贪心。哎呦，到底谁能来救救我啊？野狼大哥，你放过我吧。这棒棒糖真好吃啊。野狼大哥，你今天吃到的是西瓜口味的，其实还不算是最好吃的哦。这不是最好吃的。你一定没有吃过小兔子口味的棒棒糖吧？小兔子口味？小兔子口味的棒棒糖。啊，真的有这种东西吗？有啊，这口味的棒棒糖真的很难买。而且我跟你说一个秘密哦，这种棒棒糖要在睡前吃，这样你就会做一个有关于棒棒糖的美梦。我也好想吃吃看小白兔口味的棒棒糖哦。野狼大哥，你今天真幸运，我这里刚好有一只哦。你有？那只棒棒糖我很舍不得吃，现在它还在我的秘密基地里。秘密基地？我带你去。好，走走走。野狼大哥，我们就快到了。哎，放在这里啊？对啊，你看看，那里有一个洞，我把糖果都藏在那里了。哇，你还真会藏哎。那当然，这么宝贵的棒棒糖，我怎么可以随便乱放呢？当然要把它放在很安全的地方。那你把小兔子口味的棒棒糖拿出来给我瞧瞧。野狼大哥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把我绑成这样，我怎么帮你拿呢？好，那我自己找。不是，这是葡萄口味的。不是，这是草莓口味的。那个是凤梨口味的，也不是这只，这只是青蛙口味。你再往里面找找啦，可能在很深很深的地方哦。哎呀，真难找哎。快了，你快。
快找到了啦！再往里面一点，小兔子棒棒糖已经在等你喽。还好我那个时候聪明，那只笨野狼就被我骗了。小山，真的有兔子口味的棒棒糖哦？哎呦，你怎么跟野狼一样笨啊？怎么可能有兔子口味的棒棒糖呢？不过呢，把那些好吃的棒棒糖都送给野狼，那样也太可惜了吧？对呀，我也觉得很可惜，真想把它拿回来。哎呦，好痛啊，痛死我了。哎，野狼还在。好痛好痛啊。哎呀，该不会是骗我的吧？哎呦，我的牙好痛啊。拜托，谁来救救我啊？牙痛该不会是因为……野狼大哥。哎，小山羊啊。拜托，拜托你帮帮我好不好？我的牙齿好痛啊！你牙齿痛啊？哦，那我帮你哦。我妈妈说啊，如果牙痛的话，就要拔牙。拔牙？哎呦，好吧，好吧，我要拔牙，只要牙齿不痛，怎么样都可以。哎呦，哎呦。好，你等等我，我去找工具来。好了，你的牙拔好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不痛了？不用痛了。野狼大哥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才知道妈妈告诉我的是真的。哎，吃完糖果要记得刷牙，不然牙齿被虫蛀了之后会牙痛的。你不是告诉我要含着糖果睡觉的吗？是啊，但我忘了告诉你，这样做的话是会蛀牙的哦。你把我的牙齿还给我！哎呀，我的牙齿，我的牙齿啊！快把牙齿还给我！不要难过，其实没有牙齿也没有什么不好的，至少你可以一直吃棒棒糖，反正也没有牙可以蛀了啊！我的牙齿，我的牙齿。快点把我的牙齿还给我。可爱的佩佩，大家的好朋友。可爱的佩佩，有个弟弟乔治，一起。
聪哥哥，你会溜直排轮吗？会啊，当然会。哦，那你会一边溜直排轮一边唱歌吗？这个我就没有试过嘞。今天的宝贝大明星呢，有一个很厉害的妹妹哦，她可是会一边溜直排轮一边唱歌哦。哇，那这样她一定是个小小直排轮高手。柳丁哥哥，你带我们去找她吧。没问题，宝贝大明星 ，Go！ 今天我们的宝贝大明星是谁呢？大家好，我是 QQ。QQ 你好。哇，那 QQ 你今年几岁？四岁。听说 QQ 呢很会溜直排轮哦。QQ， 你的直排轮学多久了？很久。很久了。我们听说你今天要表演，对不对？那要表演边溜直排轮边做什么呢？边溜直排轮边唱《玻璃虫虫虫》。那是你自己发现你会边溜直排轮边唱歌，还是妈妈教你的？是我走路的时候在唱歌，然后溜冰的时候也在唱歌，所以我妈妈就帮我报名你们的那个了。哇，好棒哦！会唱歌的小朋友最棒了哦。不过你一边溜冰一边唱歌，你不会跌倒吗？有时候会。那你觉得溜直排轮会很难吗？不会，只是有点脚酸。脚酸，因为要平衡感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嗯。但是你那么会溜直排轮啊，你喜欢直排轮吗？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溜直排轮可以学很多直排轮的东西，我以后就可以在冰上面跟滑冰公主一样溜了。滑冰公主，你想成为滑冰公主哦？是像那个滑冰公主，比如说身上有穿很漂亮的纱啊，然后你很漂亮，打扮很漂亮，是吗？除了溜冰之外呢，你还喜欢做什么事情？我还喜欢画画。你看，你身上有一只虫。我身上有一只虫。有，没错。没关系，我不怕。对，你看这个呢，其实它就是一种鹅的幼虫，可爱吗？它会变很漂亮的鹅，对不对，柳丁哥哥？哎，你好勇敢哦。对啊。那我们让它到旁边去，跟它说拜拜。跟它说拜拜。拜拜。我们学校也有这个哎。刚才我们有说到滑冰公主，而且柳丁哥哥有跟我说，你最喜欢做什么事情呢？除了溜冰，还有嘞？画画，来看一下你的画作。来来来，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画了谁？这个是香蕉哥哥，香蕉哥哥精髓有画到头戴的部分。嗯，好小，好小哦。那旁边这么大的这个是谁呢？月亮姐姐。为什么月亮姐姐比较大？因为我不小心画到这么大。只是不小心画太大。而且它有属于它自己的名字，对不对？欸、真的耶。好厉害哦！那还有后面你画的是谁呢？草莓姐姐。哇哦，刘丁哥，我跟你说，他还有一个特别的，真的。你画了谁呢？还有一个，哇，这是谁？你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个是柳丁哥哥。是我哎、欸，借我比对一下。噔噔，是我哎、欸，但是我看到后面更精彩。来来来，这个是浣熊。浣熊哥哥，哥哥昨天在跳舞，所以我画他在跳舞。你好棒哦，而且你都有画到精髓了。真的，你把浣熊哥哥的头发翘翘的，然后单眼皮画的好像。好啦 ，QQ 这么厉害呢，又会溜直排轮，然后又会画画呢。今天当然就是要来表演给我们看了，对不对？所以 QQ， 你今天要表演的是什么呢？玻璃冲冲冲！玻璃冲冲冲！那我们就一起玻璃冲冲冲 ，Go！大家绝不退缩。
今天的宝贝大明星成功。这里有饲料给你吃，怎么吃？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啦！快点给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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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坏蛋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！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喽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。哇，可爱的小花洒完成了，看看绿色的植物，让眼睛休息休息吧。
案件发生一生，追踪气味紧追不舍，皮皮侦探噗噗两下，轻轻松松推理解决，皮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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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来个经典台词做个完美收尾，皮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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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抱歉，容我失礼了。破碎的杯子，中断的足迹 check check， 仔细调查，小小的一点，大大的线索 check check， 全部调查，千钧一发，有危机也能冷静去面对，难以对付的敌人也能胜过，不再想证明，算一算 IQ 有104，水落石出后犯人就是你，柔弱的女士有正义守护着，少女的心才是真的神秘，热乎乎的红茶和甜蜜地瓜派，与伙伴布朗享受下午茶，三七分发型的绅士从容不迫，名侦探皮皮侦探登场，悠悠案件一生，追踪气味无所遁形，皮皮侦探噗噗两声，痛痛快快推理解决，皮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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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来个经典台词做个完美收尾，皮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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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抱歉，容我失礼了，完美破案。